那我们的 Facebook 社团呢，你是在100 Blender 啊，就是 Facebook 社团的100 Blender 啊。那你从这边打下去应该会有，不过 Facebook 有点奇怪，它跟人有关哦，所以我这边有你不见得有啊。那如果你没有，就直接打100 Blender 应该也会找得到哈，就 Groups 100 Blender 哈。那如果有这个的话，点下去就是我们这个社团啊。那这个社团我会把我录影的部分啊，就是我上课我会做荧幕的桌面录影啊。那这个录影的部分，只要放上 YouTube 之后呢，我就会贴上去。好，那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上礼拜的上课过程，这礼拜的上课过程哦，每一个礼拜的上课过程都可以从这边看到大部分哦。只要我录影有成功的话哈，那上礼拜的时候，我们有请各位去下载 Blender 2.62，然后安装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发现那个 Blender 的官方网站有点慢哦，所以我干脆把它下载下来放在 Dropbox 上面。那各位可以从 Dropbox 上面下载这一个档案，按一下就可以下载。那下载之后，在这里会比较快一点，大概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下载完毕，那你就可以安装了。OK，安装很简单，就是点2下，然后一直按下一步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请各位呢先灌这个新版啊。那先还没加入社团的同学，请先加入社团。好，OK，那现在请同学做这个动作哈，先加入社团啊，100 Blender 啊。如果有没有同学没有 Facebook 账号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要先申请 Facebook 账号。